告诉你什么是凯格尔运动。凯格尔运动又称为骨盆运动，是1948年美国的阿诺·凯格尔医师所公布。凯格尔运动是常用来降低尿失禁、妇女的产后尿失禁以及减少男性的早泄问题。凯格尔运动的目的在于借着伸展骨盆底的尺骨肌来增强肌肉张力。凯格尔运动是一个对怀孕妇女的处方指定的运动，可以改善控尿。方法是：一、站立，双手交叉置于肩上，脚尖呈90度，脚跟内侧与腋窝同宽，用力夹紧，保持5秒钟，然后放松，重复此动作20次以上。二、简易的骨盆底肌肉运动可以在步行时、乘车时、办公时都可以进行。第二阶段是有效的每天自我训练。一、平躺，双膝弯曲。二、收缩臀部的肌肉向上提肛。三、紧闭尿道、阴道及肛门，同时感受到骨盆底肌肉支撑，此感觉如尿急，但是无法到厕所去，需要关闭排尿的动作。骨盆底肌肉收缩5秒钟，然后